要送过来。再进入到三十分钟，这边卢安球进了，哇哦！在加时赛的第三分钟，看到卢安的这个进球，现在帮助南华大学取得2-0领先。来看看这一球，在解围没有解到啊，卢安非常快速啊，带球直接杀到了门前。北二十号的卢安，刚才讲到了。